杨幂作为娱乐圈当红女星，身材一直都是众多女星中的佼佼者，和其他女星比身材她都是没在怕的，身材是真的好，前凸后翘，曲线优雅，特别是杨幂的一双大长腿，感觉大家称呼杨幂为腿精都不过分，因为她的腿简直细到让人连羡慕都不敢。最近看到了一组生图，是杨幂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路人拍的照片，是完全没有修过的照片，但在照片中杨幂的双腿简直亮眼，腿简直比竹子还要细，网友看到杨幂这样一双腿，直接表示自己想都不敢想自己可以拥有一双这么细这么长的腿。看这个角度拍的杨幂，她穿着收腰的连衣裙，侧过身的时候小腿是最为显著的，你从这个角度看杨幂的小腿感觉是没有一点肌肉的，这简直就是瘦到了极致，因为一般人的小腿都是会带一点肌肉的，而也是因为这样小腿在走路的时候暴露肌肉就是不好看，而杨幂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，因为你看她的小腿真的一点肌肉都没有，就细细的，所以看起来特别细。还有这张全身图，看到之后只想感慨杨幂怎么会这么瘦，腿怎么会这么好看，小腿又细又长，比例还特别好，尤其是小腿这么细也就罢了，从小腿到大腿感觉也没有变粗多少，简直就是行走的竹竿。很多人拍照修图的时候都不敢这么修吧，但是杨幂的腿还真的就是这样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当杨幂和其他素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杨幂这双腿到底有多么恐怖了。其实这张照片中杨幂旁边那个女孩腿已经算非常细的了，但是有了杨幂的衬托，瞬间感觉她的腿好像也没有那么细，甚至还可以对比出很多瑕疵，但实际上素人的腿已经算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类型，只不过杨幂的腿更加修长而已。想到杨幂自己说的话，说身材管理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是绝对不允许发胖存在的，看看她这些年身材的管理，发现她一直都在遵守这个原则，从出道到现在，无论是恋爱结婚还是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的身材都是保持得特别好，让人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的，而这双腿简直就是完美展现腿型的腿到底有多好看，真的都不敢羡慕杨幂有这样的一双腿了，因为羡慕也羡慕不来，而且哪怕自己拥有了这样一双腿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，迅速又胖了起来，看着只想说可惜。